道秋，道冬，讲师好。请坐下。祝谢灵有双驾之车，未相报的。祝伊是日曲，即不割。这真控不住呢，平常，伊平常处事有几个代志，啊，伊安怎做，讲互人听。啊，就是讲，要叫咱两个就爱安尼做，哦。因为所是人生最不幸的代志啊。所以奉献人呢，若有朋友亲戚去接，都有先生来吼，这丧事呢，伊毋捌食饱，伊都伤心啊，都食饱，未像即摆啊。较早我会直接，按做囡仔时代，较早丧事是拢一边哦，固定感冒啊，去聊边仔咧食咧，未像即个一刀咧，较早，即个一刀啊，啊较早无咧，较早拢要咧大感冒，足大一条，啊排排伫遐，啊出来食食，凊彩食食，拢食一个鸡鸡啊咧尔。阿庆呢，上次那先像个假意思安尼呢，真啊像安哦，所以时代在变，人生在变了。咱对这普通时啊，咱话你就知影讲，世间真正后一个变成安怎样？所以你看，真今日太老伯老母足济咧，太老伯老母太无教，太阿公阿妈来斗咧，一大堆咧兄弟。啊，家己后生怎惊？太了了一大堆啊！所以，咱已经独立的研究这物件，你更加当研究了社会人心。啊，所以要做在当当面，有当时啊，甲想，哦，上天袂讲接受吗？你安尼甲想，哦，所以咱爱好好把握时间，好好把握时间，注时刻。迄个老后辈，老辈学生，伊就无上班，所以伊有当时啊嘛，家找时间，家了一个娱乐者，一两年呢，哦，得其不修，学其不干，名利不能输，不相不能盖世，何有呀呢？哦，虽是拢大家代志呢，也伊拢妥妥去伊个心肝内底追求呢，哦，外口。由国家、由大事、由众生，遐是姊妹代志。啊，内心咧，搁由咱咧无做。哦，所以咱来了解人生就是安尼。哦，一个孔门的宗旨，孔门的弟子，记述孔子流芳的礼貌甲伊的志向啊。事实上，就安尼写吼。七分之心情该幼稚，这七分的心，大家拢有啦。哦，圣人至情至性，圣人伊个心情呢是达到最高的境界，悲欢自得，其正当而无偏。人生在人世间有悲有欢就对，但是呢，悲欢发出来爱有正当，爱有正当，是有偏离人情的，爱有合偏离。爱下天理，哦，未使只无下天理，甲无下真情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尤其伫学道人，更加着爱了解。辅助之人，辅助于人之心为心，心爱则感，啊、哦，感于情而爱情。辅助呢，以人心为心，别人。伊时阵归方面，那亲像伊个时阵咧归方相像。仁爱即感激情，仁爱情，
别人在烦恼，别人在忧愁，伊嘛那想讲伊个代志在忧愁。人乐则感其情，其乐事。别人会欢喜，伊嘛会叫人欢喜啊。心同天啦、啊，人我心同一家。哦，伊个心拢是天啊间，每一个人个心。所以人我心同一家，无分彼此，无分彼此。今日心以同情，七分之心来啊！今日写一段，写一集，哦，所以从世界上，伊就是为了众生的事，七分的心伫遮流露出来，故松则饱，所以有松树才会饱，苦则不割，有伤心的代志，伊就欢喜出来。乃自然之态度，这是自然的啦。亦即辅助之性德呀，哦，这嘛是辅助性德的一部分就对啦。见利益度，见小看的代志，知影讲大方面；见到小方面的代志，也着知影了解大方面的代志。文人是以其志啊，所以文人呢，怎啊甲记落来？以为公平的，从这个代志。来传播作一项了解，这是第九章、第十章。诸位眼念佛，诸位眼念佛，用智执行，用智执行，下智执着，下智执着。为你为我无你有是福，为我无你有是福。诸罗汉，诸罗汉，诸行三观，诸行三观。皆随无住外，不好冰河，不好冰河，数以无悔将，数以无悔将，莫不莫不入也。必了临书以哭，必了临书以哭，祸魔以行者也，祸魔以行者也。这是空住平常的不老难言。哦，未当修改的境地，交易。性灵并进的境地无遐简单啊！三千地主独占难念，所以继承不住的道，的道统那是应该，也嘛是正常的。一个人修行，修到尾吼，当代的继承人、继承者该何乐，是遐简单。也嘛实在，真正实际啦，哦。所以孔子在甲人民讲，用智执行。哦，迄个时阵的刀有哪稳啊？哦，刀杆在儒家迄个时阵有哪稳的时阵？所以有刀有稳有险，所以有行用智执行，会使做就伊就来做，下智足足，足可。哦，该砍的时阵，伊就砍。干你甲我有法度，干个干念条伊有法度。诸罗听着孔子在学罗干念，伊就靠干嘛讲？伊拢会学罗过啊，拢无学罗话。哈哈哈！伊当咱在教伊一个问题，无少少差一点，足大一个。诸贤三观老师啊，啊你若要带三观去出征，要带三观。伊主路是上武的啊，啊颜良是上文的啊。哦，讲诸贤三观皆随武，是吧？不好帮扶，不好兵扶，孔子啊讲，空手要去打虎啦吼，也无带要渡水的气库，要过迄条河啦。啊，到要死啊，啊，佫无反悔啦，无目标啦。必了临书以哭，父母以贤者呀。必定爱拄着代志，啊有恐慌有恐慌，所以咱咧是冤咯。有讲一句，先防先恐，啊有一款心理。爱要计谋，处理唔通失败。所以咱只能对国外去咧拍风，咱有时啊。爱检讨，咱今仔指出
对德清的先问，刚问一些德清将来的这个安装的这样的。哦，阿南这个德清也不讲说在你对怎么样，阿南呢不讲你对怎么样，哦，阿南呢我到摊开心怎么做？出国出去办的这个作定，作定。哦，未使只讲自己自己过时间的，所以。咱两个必然民族一副恶魔的形象，一款神经，咱是不会。咱最难得大变，咱最难得大变。一种是空处站立人烟，处事应变得宜，困改诸多无事不可放用。遇到代志，袂使讲要做就来做啦，阿无用扎计个安尼袂使。是。所谓丰富，所谓用下民众，是虽然伊处事太多，用得来用下办，啊，行走得来走，啊，产业得来产，是在讲控制伊东西安怎处事，也就太多。这修道也是都好啦，两个都好，良心嘛，拢有下，哦下，啊，这个用下民众，这个事业赞助。所以咱只嘛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唔是咱心道在靠尔，圣人现人不做，心也蛮靠啊。你要听讲书上对啦，修道若不靠，花给你人真新鲜啊，靠食上天之前传。哦，我拄只我是来讲，好，上天在付这个莲花人呢，一点经过来的靠。甲你练，甲你磨，哦，从天降甘来就不是，必先苦必先持，道必经过，我知天无空法之心，天不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渐入其所归，啊，经过才是好地方。所以咱用不着这么困，啊，好啊，甲想，上天要降这大任何人。会先靠咱的心智，磨咱的筋骨，使乎咱的经济上、咱的行动上拢袂当如意，无其体悟，空乏其心，把你靠到规身躯，乎你拢无法子啦。幸福乱其所欲，你要转正手变去，伊甲你靠正去变；你转倒手变过，伊甲你靠倒手变。哦。所以动心忍性，你即个情形下，你一定爱动心，一定爱忍性，安尼才有法度通伫急促关头更进一步，走向正业之所归。你本来呢，才走得出来。所以民主教科书在论性在那讲，哦，富是欲是，富是欲是，科书科送。这二行之科数在三，是起最之现在，那是怎样？爱复习要紧，复习要紧，大早就变成一行篇。这二行之上刷定的用字，哦，来了解，就这样，再来讲咱脑筋经，哦，东西，香港。受病折磨，嘛是咧磨伊心智啊！无看你有迄个心智无？人有许活倒来无？人比活倒来，今仔日咱台湾人都无在当安，所以咱一定要哦，一个赞助，一个都是有心智啊！哦，所以用下文字呢，就本身而言。行中是就经世界人的大道理啊，所谓行是自行自己的行道主张，自然自己行道的理想。行要来行，我要安怎行？咱家己爱有计划，心内一定爱有计划，有咱家己的主张，家己的主张。我这回来。泉州，啊，我接回来做一件，哦，大厂上好势，
啊，未来要安怎来做？爱啥物事？爱医生，爱奉献。无医生，无奉献，绝对袂生机会。咱家己，咱家己爱看开，放下下，这条路才行会出来。要救世救人，这条路才行出来。哦，也若无呢？无医生，无奉献。啊，要搁爱命，哦，要搁爱身份，安尼你行会出来，哦，一行会出来了，要安怎样？得怨天，怨天尤人啊！但是姊妹，这得爱做主的，哦，总是，哦，总得你的财力理想，一切主张，哦，一切抱负，拢爱暂时稳住。袂使是讲未先讲先做啦，主讲问君主，主讲两讲主两问君主，主啊，先行预言如何？哦，先行预言如何成事？奉主甲主讲讲啊，你想要做卖讲，先行预言，言先甲谈，毋通未先要未做，你着拼拼讲好，我要安怎做安怎。如何重视？日日去做做了后，人就知影讲，哎，我人真正是了不得，爱有一番面貌，真正会使哈，重视重一切在他理想，一切主张，一切抱负，暂时上下，那讲的就做人品，不再心中。地主中只有颜渊有这款修养，三千地主内面只有颜回、颜主有这款修养，有这款技术，嘛有出这款兴趣，才有孔子去修炼入宫。颜回对不着伫后壁，孔子烦恼讲伊敢上课去啊，啊，既然孔子足欢喜，哦，回啊有威令，有势力。哎呀，我人生就死去啊！孔子啊，干了讲，住宅回无敢死，老师你都知嘞，我干回啊，才敢死啊！干不干？我知，老师要回空，你就先走。好，那怎样？所以，颜如主呢，有这款修养，嘛有这款基础啊。像朱罗、贾谊拢偏入去啊，朱罗甲贾谊真好啊。伊拢对形判断的，原现民主篇拢偏向左，原现主书甲民主篇呢，哦，拢偏比较长。比较起来，可见用字积形，下字积左，诶，处事态度是超越的，所以比较贡献，啊、哦，用字积形啊，下字积左。这款处事态度是比因遐都较超越啦。孔子赞季必玉讲：“邦有德即书，邦无德可观于怀器。”学了这个季必玉，季必玉，邦有德的时阵，你就出来做；邦无德该怎分，就来怎分。太平篇有句话讲：“天下有德即贤，无德即笨。”天下有道，就出来做；天下无道，未做就莫做啦。拢限定伫有道无道。本章之说用字写字，本章就讲有道无道。看时势会使做字，看出口未使做字，所以不再限定在有道甲无道。可见孔子如何写道？改造社会一番用心啊！无论有道无道，只要你有机会，行道就要把握良机，实现理想。哦，孔圣人迄个时阵咧办道，不那有时阵出科啦。所以呢，伊只要有机会，快就是哦，伊。就赶紧出来做，实现理想。敬仰
得不得不易得，要做些困难，伊嘛免容易做。哦，死下死地下黑，伊就去做尔。偌困难，伊嘛去做。哦，念珠前空住的善知识啊！念珠的这篇内面呢，学了空住呢，是圣人足下时中的一个人啊。圣人中，拢配合这个时在做。就是根据孔子这种怀抱，哦，怀抱甲走甲走出，退出，退出，哦，伊就是原著是根据孔子伊这款心怀啊，甲伊这款基础啊，哦，得讲来讲出来，原著有前瞻，孔子可以思则思，可以治则治，就是一本中道啊。原著学了孔子呢，可以思则思。可以积极些，会使出来做就做，二三天做就天做，就是根据本章的讲的。明主有说：过之人得志，得家无贫；不得志，修身显无性。强则独善其身，德则兼善天啊！哦，就是体会孔子的意思所言。明主在七篇内面安尼讲啊。讲过之人呢，得志得家无贫。过较早的人呢，有得着好，得着哦，得着伊个心望、心爱。伊所为应得，无以个人来用，拢予万人啊，得家无贫啊。哦，不得志呢，伊无法度人做，伊着修身养性，伊着赶紧修好伊个心。将伊个心来证明世间人看，强则独善其身，困难的时阵伊就独善其身，得则兼善天下，会当做伊就赶紧拼出来做。伊就是体会了孔子的意思所言所讲。诸罗人见孔子，哦，前瞻难主啊，以自己莫用独善有本意之事啊，诸罗呢？哦，看到孔子呢，咧穿俄罗斯服装嘛，穿俄罗斯啊，而且伊家己呢，好用有善有天分女，文理之士啊，心想，即恐怕非人间男子所能啊，啊，讲这些文理之士呢，不是人间有法度，哦，以天书发文啊，所以伊就安尼，哦，赶紧来服装啊，哦。所以破有主夫以用的义气啊！伊那像讲好，那助人三分，你无用我助我，人烟那活多嘞，就看烟啊！孔子就趁机会，时趁这个时，趁这个趁机时机会教育啊！孔子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来甲教育这个前这两座，这两座建筑啊，前这两座书房啊。来教育孔子哦，无好无好，平和属于不回家，是一种过危险的一个情绪哦。哦，你要爬河，你拢无带气球；要去渡过河，你拢无带船啊。哦，啊，甲死也袂反悔啊，袂讲你家己啊上冲动啊。哦，这种无过危险的一个情绪哦。哦，我讲的这个。哦，危险的那个气质用，天书官务不足处罚，伊安尼，哦，做天书啊，看这代志啊，拢足简单的啊，哦，啊，必须要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用，无设计，无量早去设计啊，无量早叫的啊，哦，这款程序会使用得啦，古时诸侯啊，用将，哦。用强者心灵三分鉴定之大事啊，必须持中义不轻率啊，足义而道用强的，真正要成一个用强的，哦，必须要慎用啊，保持慎用，而且无轻率啊，无简单胡白讲话啊，爱足义而道啊，智慧爱强强。爱有足济无，哦，足济计划，才
能确立即性，哦，即性成功啊！去做代志才会成功啊！这正是以利己用啊！哦，所以用，哦，用己破用己不好啊！真不一样，不帮啊！控制在别人讲，所以这正是以利己用啊！哦，你若足够多话，哦，我都能确立即性。安尼才是利己用，不助三岁，祸用不祸啊！伊不一样，公助三岁安尼讲。哦，你敢爱用，我用也不祸啊。唔过再进一步来研究，安尼咧，你的人生会对一点。哦，足乱的啊，无用足易乱事啊。你的用是无戆戆用，安尼对对对待事咧，无法度人处理个适当啊。只有透过地无之用，才足以借事啊！只有透过有地位、哦、有魔力的一个用，才足以借事啊！诸路一无莫用，过分轻率，官务的缺点，伊无莫用哦。啊，伊真过分，真轻率，看代志拢看来足简单，哦，也无有计划的一个。所以孔子呢，啊针对伊个缺点，因材施教。孔子呾针对伊缺点呢，啊呾因个才，伊看伊欠倒一只，呾来施教。哦，又得进入了地火之用，因为哦进入了真正地火之用。啊、哦，这是孔子。啊、哦，遇到啥物代志，呾着借迄个机会，甲主路。宣传啊，使我主路会当变动一些，所以主路因为伊无法度变动，无法度一些，所以咱就讲天人的天赋，还是姊妹，咱今仔日不但要求生，甚至呢，你认真拍拼，认真来做，进入你到咱真正做事业行业内面啊！哦，主路就是，所以控制工作，哦，有也易行动，易入易识啊！哦，控制工作主路的勤啊，不是叫伊恶呀，啊，认真不敬主路。大家就看清了，哦，你这唔能去在恶地恶的，啊，问题就不敬这个主公，啊，孔子就要甲讲，主路已经颠倒，但是不入色，遐是怎啊？敢若颠倒尔，咱怎敢若第五条尔定颠倒的，一定地尔，咱一定要爱入色，进入比较圣贤文主的境地。咱的人生价值观，咱真正走出来，也来无咱的价值观走袂出来。因为咱只啊几十年的时间，照这个阶梯要来修行、修行，要来修行不得。咱好好啊，无来好好甲利用，安尼爸爸妈妈、夫妇一日过一日咯，也是姊妹，这是要不得的事情啊。所以咱啊，真正想着读到高着，不但要成功，更还要入世。咱一定要爱积德、积德、有仁、有义，使我咱真正一个凡夫、一个庶民，可以成功入世。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咱的时代啊！我就相信。我真正我拢在想，这个时代咱唔等，你讲若电视咱等，咱后生根本过来出去做啦，根本过来出去，拄到这个三米大家波多，根本拄到个烟瘾来把咱大人去游过，那么咱今仔日这机会拢拄到啊，我们不可以轻轻的放过，要慎重的担得起。爱足慎重打起来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
天将降这个大将，不是领兵的人，这大将尔呢？咱今拢有大将，江南师、江南师的兵，人才、人才的兵，大主、大主的兵，咱嘛有啊。咱一定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磨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你安怎把苦，我都要安怎做就对了。虽然真正动心经上打动上入去所有的，无咱一个凡夫啊，你爱看较早啦，出家去修行吃苦菜，咱今仔日扛车带住一个家门来去，要三回就三回，安尼咱唔好好想，就是要定一个事，要家咱家己想办法。不是说我今天在讲那些吃饭听啦，实在讲的，我就话今天呢是为咱大家好啦，嗯，为咱大家要回去啦。今天我这讲不是真实啦，我要做咱回西方，交咱祖孙也做伙，哦，为到时天交咱祖孙也做伙，伫遐带笑，迄个笑带是笑会出来啦。我们准备咱大家做。一定爱加入嘛下边，几年的时间无通慢慢过，我讲过几年，第一次阿公学啦，我咪过八十岁啦，我今日学几岁我记，我再那个有一日讲一日啦，我遐个啦，将我拢学到来上，学到来上，等下即学个出，希望后生阿叫去大大照三遍，照来医生阿公，不要紧阿伯阿伯。我見啦，迄種傻，我講個上緊個嘢。我望望我咪是來啊，我望我咪是先啊來咧。加起啲足狂嘅軍太太，軍後生都唔好嚟咧。而家我唔識教方，教唔啱唔啲咁啲咁學得住，爸爸就仲似要傳啲咁學得住。哦，所以先辛苦，但一定要做，但前面對住格局一定要做。非做不可。不论你是一个上人上看你上无起的道种，我听。第十个节，主啊，主啊，无事可求呀，无事可求呀。随一边之事，随一边之事，我有脾气，我有脾气，如不可求。如不可求，将我所好，将我所好，这是空性人呢，以这个心的，以这个精神啊，好呀！你讲不是这个有啦，认真做较重要啦，好呀！你讲富弱富裕可求，可是？好业求就有，我来掠马边来共骗马，做人的马夫，我都要来做啦。我有脾气吗？如不可求，将我所好。哦，讲他说，他说那真正不是求就有，你爱叫我去甲伊讲安尼做啦。这矿物主，咱像把咱孤城就对啦。你若想，咱像把咱孤城，唔是要好业就会好业啦，咱但嘛要好业，煞唔好业，大家嘛要好业。哦，所以咱来当时啊，看较远嘞，我直接讲一句话：人无远路，比你朋友我几十年的艰苦要紧。我若真正转世后极乐世界。等于什么？等于也做到时天交老祖师也做做伙，迄个心识是无限啦，唔通搁再做只连回啊啦！哦，连回到拢未转去啊！前离开三山坡，前离开老母娘，到今拢唔捌转过嘛。我真正安尼想，别人有转无转，我唔知影，啊，我拢唔捌转，所以就足满意的。一定要回来，所以咱一定要立马加兵，事先就安尼想。人间富贵无非凡尘幻境，
专损先空，没有。人间的富贵呢，无非是凡尘的幻境尔嘛。咱就爱做电影，死的就过；咱就爱电视，死的就过啊。专损先空，哦，你伫个是讲你借钱拢你的啊？你等到你今天这口钱来借是到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啦。贵贱之隔，为人间所问。贵甲贱这个价是人间的分的尔啦。离开人间就无好呀。需要所想，人间都到这哦，分这个富贵啥？哦，这是你家己需要分出来啊。你一道界一片纯净无私无欲，你呀，你听，甲真正真道一片呢，纯净无私无欲，无私的无欲的，方是真平等，彼搭是真平等。啊，还要讲乐逍遥，真正搭是真正快乐。大夫子释言富贵，方是大患之谜啊！所以夫子呢，一句话安讲，讲这个富甲贵呢，哦，这是咧刺激这真正直接卖卖人啊！讲较歹听的啦，伊在甲咱气象啊！伊是毋敢讲尔，那是我加讲的啦，差不多哦，差不多老师甲你气象啊，你靠我咧！甲你顶讲，你拢偌好嘢，偌高贵，你拢做啥物做啥物？迄有啥道理无？哦，你即口贵人，大家是你个吗？我了解。啊、哦，所以伊是咧讽刺这台湾的人，普通直接卖卖人，台湾之辈啊，用人间当顶比人啊，伊甲你刺激，讲你个精神咧。予咱兄弟姊妹，大家咱同顶彼岸啊！我无伊暗暝了过了后，了过了后，你的命安下落来，你的心下落来，富贵贫贱，皆不得妄求妄想。好也甲高贵，善良人甲下贱的人，啊、哦，这毋是你求得有啊！哦，也是真歹。虽然一切，虽然的缘分，啊，虽然的身份，虽然的名格，哦，来相处来办出来，合道而行啊。但是重要是讲，咱一定爱合道，下迄个道来行。圣人替道而行，人生。圣人体会了道，来面临这个世间啊。处富贵行哦，富贵；处贫贱行哦，贫贱啊。哦，喺中庸讲咪，处患难行哦，患难；处易得患难行哦，易得啊。故君子无进而不足其言啊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今朝甲听，今朝甲看，一本文，书书内面写咧拢足好，啊。大学是钱钟书写的，中庸是孔子的孙子朱子写的，大家拢写伫这个心底内面的物件，啊、哦，嘛写甲足宝贵、足奥妙，你怎甲看头啊？怎啊认识？啊，中庸讲：偏就于中，不亦就于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处偏乃公文传修心法。只是穷其久，以差异破别之优势，以修原著。其书四言一地啊，中上的万书，外修合为一。弘之则念有合，观之则退作为一。其必如强，皆是合者啊，前途者，应定啊，一定是不二不三啊。所以，你千万一定要了解。圣人体体多以变色。处富贵贤哦，富贵处边疆，贤哦边疆，兵连安得何以得天连？愿其将其所好者，欲破道破坏之灭顶，创造人间，拥有之乐福。贤
大孙相和之世界，大姊妹一个来了解。哦，咱伫遮好也无要紧啊，散嘛无要紧啊。好呀，你也是难得；散，你嘛也是难得。诸公好也无？哦，人间诸佛啊，哦，皆是缘起啊。伊到尾啊，了解讲，到后尾啊，我无会控制东西，要传道予伊，都无法当接受啊。伊的心境无到到遐，伊讲事啊，你以为道行是一条？主讲法，人也非有，主也非啊，无比你管制。主讲，唔知老师咧管哪位啊？唔知啊。所以甲老师对抗了，用那大钢头。辅助之文章可得之文，辅助之言行不颠倒，不可之，不可得之文呀。也是真歹。门等候，开空一口气，唔来，搭到到安尼，半路上安尼讲，啊，我袂记你心，袂记心，上班啊。你一口气都唔来，袂记心，上班。爱用赞，讲好家财，所以人细小讲就讲，买债无当买好家财是好歹。哦，也是真歹。我恳求咱在座诸位真贤，有时间也要看，啊，也要想呢。咱大家看看怎一出，大家真正讲有这工作的话呢，有呀，一叮当你就必须呀。咱就来下定决心，要叮当讲就识，人生那种时间到来，就走一出，啊，无咱就放下。好，你拜一下过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感谢感谢。你来拍照来。感谢讲师慈悲前道提供，观道提供，弟子出发，向其他五行三地公的前道提供，再提供。三鞠躬，感谢护天主三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观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护天主三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一起持戒，向其他五行三鞠躬以前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戒前五鞠躬，诵戒护天主鞠躬。宋家两字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大鞠躬，三鞠躬，十家前五鞠躬，宋家不连五鞠躬，宋家跟两字鞠躬。好好好。